你看之前我有个邻居，就他那天白天就回到杭州，晚上就睡觉了。对啊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这个，然后就在评论里面说那个人是他。对啊，我真的有那个人，所以说你太逗了。真的有那个人，他现在在你家里，而且包括你跟我说他是你的时候，我还看了。